你身为一个领导人，你开口赢不了人；你身为一个领导人，你开口收不了钱；你身为一个领导人，你开口说不出你的梦想，说不出你的战略，说不出你的希望。你还奢望在这个竞争时代下能够赚到那笔钱，你做梦。没人跟你干，你用什么来去赢得市场？没人跟你干，你用什么来做你的团队，做你的品牌？一个人失去人就失去了全部，所有的成功都是你的错。所以你有学习做老板，你有学习提升口才吗？你有学习经营管理吗？如果你没学过，你一辈子只希望别人像傻子一样帮你干，你就是天下最大的。